我是来自伊犁南下海南的艾娜。旅行从中国留学回来后，加入海南这个大家庭，成为一名世界500强企业员工，我感到十分自豪。在此，我衷心的祝福海南集团发展越来越好。未来，我愿意继续和公司共同践行海南去年前设美好伊犁的理念。Make God, bangun Indonesia indah.